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学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个禅林宝训第203章。这集的训题安怎讲？莫待情深啊，勿有念起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修行爱较早约束来控制你的自心啊，唔通互迄个心内情欲啊、真灰心的恶念吼，安生起来迄阵吼，就较麻烦啊，嘿。啊，所以就是爱提早预防啦，防止啦，啊，啊，若无到时个，不可收拾啦，啊，袂当挽救。佛门安讲，草动青河相远，了缘之会生于盈盈啊，淮山之水啊，流于关关啊。关关就洗了地水了，啊，盈盈就是星星诸佛洗点火啊。天水之味啊，啊，滂沱以沙啊，吸其生也，飘木蕉啊，啊，无山丘陵，火之味啊，烧水可灭啊。吸其生也，鸟多于翻山林。一夫爱鸟之水啊，真火之火，何尚以何？个人之地其心也，风其念之微生，情之微起。所以用力心迷啊，修功心呆，吸其精神相乱啊，爱恶相攻啊，自照相其心，他也相其心啊，待何悔不可救也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。草动先清和尚就安尼讲，咱一般讲燎原之火啦，就是迄大火，火烧山啦，啊，安尼火烧山，火也大吼，
啊，其实吼，拢是其他出力的食薰啦，迄薰晒一块啊，点一点点啊，星星组合安尼吼，啊烧起来啦，啊，啊迄、那个帮帮土，帮怀迄个山丘，咱像讲什么土石流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大水吼，其实最初我拢是啊。一点点啊，流水啊，伫一条岸起头是流一空细啊空啊，较早迄土岸流一空细啊空啊，啊你无感觉讲袂遐紧，啊全哪流哪大，全规条岸崩袂，崩到吼啊山土石流拢崩了了啊，讲天然水池吼、啊、真微小啦，像迄土岸啊一空啊。流动啊！你碰一点啊土，往本机碰一点啊，往手碰一点啊土，就有办法甲塞迄个流坑啊！哎，啊，等到迄个流水吼，流大坑，流到规个花崩了吼，安尼规个做大水啊！啊，你要看黄河，代表黄河长江泛滥的时候，吼、哦，规管区拢淹了了，淹死偌济物件。啊，甚至迄、那个，土石流、树啊、石啊，迄土石流真正石头会流呢。你若去到迄南投迄方面，迄只大粒规长悬的石啊，吼，伫山顶直直流落来呢。哦，迄力偌大呢？啊，暗甲规个迄个丘陵、小山呢，轮啊崩了了。啊，这个火吼、哦，起头一点啊，分散呢，星星组合吼。哦哎，迄阵吼，啊，你若会当安尼，你若无甲注意吼，星星组合，哎，迄阵后细啊点仔的火吼，你往即个瓢就是了，靠下水靠下又一靠水就甲压下滑，哎，啊你等甲迄个火啊哪倒哪大，啊倒啊片山片野吼，人讲火烧山啦。迄阵哦，好啊，啥物往直升机喷药啊，都拢喷袂活啊！啊，甚至只有甲规个都市、都邑、城市，迄较早，咱即摆有消防车呢。古代无消防车，迄若真正都市啊，一间厝啊烧起啊，直直一间一间哦，迄真正拍袂活呢。较早只有往人灌水，哪有可能拍活？到了迄个都市烧甲了，到活去啊！啊，山林嘛烧了，都市也烧了，哈、啊！这同样的道理啦。咱心内真爱，嘿，真爱迄个爱水吼，嘿，嘿，啊，真费心的迄个火怒火啦，哎，含这烧工啦，哎，为啥物无共呢？所以古早人咧修心养性吼，修爱提防家己的自心啦。哎，未发生就爱防止，心内唔通迄个真费心的恶念，啊唔通迄个真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欲念啊。未起的时吼，所以就先控制欲速啊好。迄阵你若控制欲速吼，你用的力量加少就会当控制，只要一个有这个有意志的，咱甲控制就调咧啊。啊，你呐，所以这个用力加少了，啊，这个功效加大了。啊，结束办完，直直哪来哪厉害，真费心啊！无名火哪烧哪大，真爱啊，办好安尼放纵直直去吼。迄到时吼，心内欲念作乱，啊，迄、那个啊做厌恶，真费心啊，互相斗争起来，攻击起来。迄阵不管家己也伤害，别人也着伤害啊！啊，变甲两败俱伤啦，不可挽救啦！啊，中庸着安讲，凡事宜则立啊，不宜则废啊。凡是啥物代志宜呢，着是宜提早预防啦。哎，安尼着啥会成功无代志？
啊那，你若无生他提防，等发生啊吼，搭去做吼，都坏了了，歹了了啊。朱碧罗安尼讲，伊其微物而草木，无啉卡而骨折。讲啥代志吼？所以咱成语一句讲，未雨绸缪，就是出伫遮。要讲阿未风台雨来，你都爱先啊准备预备好好啦，提防啦，啊，看因安全措施哈，安都无代志。啊，唔通讲唔迄个甲发生吼，就想啥？想讲平时唔乌井水。啊，等个嘴大家无水通啉，才想着要乌井水。啊，到迄阵哦，等你井乌好，都嘴大死去啊。嗯，司马相如就安尼讲：明者暗箭以弥明啊，智者辟晦以无形。明就是有智慧光明的人吼，伊是遮远压未到，伊就先。发现吼，啊，会较慢会发生啥代志，伊就先提防啊，啊，未明就是还未发生，啊，知就是讲有知识的人吼，伊吼，伊知影当时会发生危险，伊就较早避，还未发生无形，还未避，还未发生，伊就先开避开啊，啊，避灾祸。古语安讲，千担之提啊，怀疑一疑之血啊。想讲迄个长江黄河，迄、那个几千担的迄个提防啊，哦，现长的提防吼，有当啊失败伫一个迄、那个白虾踮遐挖坑啦，土地挖坑，挖一个水坑，啊，起头一工啊流在流。拄啊讲个一天啊吼，你啊碰一土就碰一碰个土甲甲踏着就好啊。啊，怎样放个哪老哪大哪来哪大？啊，怎样吼？啊，提防着安尼放落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学佛吼，爱应该爱断迄个心来贪嗔痴啦。贪就是贪心，男女个贪欲爱欲啦。真就是真非心歹性地无明慧啦，痴就是愚痴啦，哈、啊。爱起迄个情爱五欲，四十五二章经都安尼讲，爱欲之人啊，犹如疾火疾疾啊，欲狂之行，必得烧手之患啊。疾疾啊，咱迄运动员拢举迄个火把做举啦，火炬啊。讲一个人心内存爱用吼，一定会家己烧着家己手。对，就像迄个一个拿迄一个火把啊，逆风而行，持风安尼行，迄个火家己烧去面内啊。爱用的人就像安尼，爱用火一个烧吼，烧着家己啊，顺利就好，无顺利吼，啊失恋啊，啊。烦恼啊，自杀啦，啊！啊，搁安讲，三门当关精药啊，是为医女啊，伫心念道可免可以。讲恁这出家弟子啊，爱心内爱有智慧观察，讲知影这个精药啊，啊，男女药啊，就像迄烂泥啦，哈，烂泥巴落去，当面爬袂起来，哪爬哪深，哪爬哪深啦。迄爱药安甜，个甜啊，像安尼啦，哈。所以你爱专心念，就唔能去欲念啦，啊，就免受苦啦。苗哥老和尚就安尼讲：世间真爱最难离啊，生死轮回彼此痴啊，六道生沉何日了？智慧角度念弥陀，世间的男女情爱吼，是最歹断绝啦。人讲熬断丝连，像熬针吼，一断啊，丝还搁连几啊条，袂断啦。
就是讲迄男女的约，你明明讲要挂断后，思思念念啊，未挂断个死灰复燃啊。啊，所以世间的情爱最难断绝啊。众生为什么伫世间这六道内底轮回生死，轮回未了呢？就是拢和这个情爱绑掉了，彼此痴。伫六道中吼，做善业就升天堂，做恶业对地甲五鬼。所以代表升啦，沉，一寡升，一寡沉吼。啊，唔知要甲当时才脱出六道。除非你觉醒吼，觉醒断了情欲，念阿弥陀佛看。断了情了啊！念阳经安尼讲，你爱我心啊，我念你色啊，伊是因缘吼，经百千劫，常在天北啊。男女的关系就是安尼，查某拢听听，问讲你有真心爱我无？我爱你的心，你爱对我真心啦哈。啊，查甫是对查某的理性吼，迄、那个色。啊，美色啦，外表未色啦，因为安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人讲，英语讲爱 love you， 讲爱甲流目油啦，吼，爱甲到尾拢变哭的，拢凄惨的哭，所以讲爱 love you 哈，嘿，啊，所以经百千劫后，定伫啊天北啦，天北伫拄啊轮回未了啦，嗯。出了经啊，讲法修不进不进根啊，随好又复生啊，随法又复生，法来不进本啊，速速复生苦啊。讲真爱要挂得真挂断真爱啦，爱真正挂彻底，唔通硬断思念。就像要斩树啊，爱斩到含根都恶起来，法就是斩树啊，砍啊。砍树啊！你若讲树啊，久啊，等我过几日啊，就去发硬起来，无效啊！啊，挂精啊呢，我都爱挂到彻底，啊无吼，速速复生苦，熬断死人，无了不死灰复燃，但也挂袂断啊！一摆过一摆吼，佫受苦了。王觉经就安讲：一切众生从无始者啊！伊有种种因爱贪欲啊，各有轮回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吼，就是当下吼，啊，男女啊，甜未煞，啊，所以当下到这轮回生死未煞啦。出了经啊，讲，犹如诸作钱啊，凡诸相其心啊，内钱亦如是啊。爱钱伤众生，这男人去找女人谈情说爱，啊，就想要做一支箭啦。啊，好就好，安那无就伤来伤到家己吼，想要自杀啦。讲想啊，家己做一支箭吼，结果迄支箭尾啊射过来射着家己啊。众生这内底这个爱钱吼，真爱钱就像安尼，我上自众生家己啦。开禅会时，是我的师公伊在咧讲，欲下见佛难得道啊，却使恶魂啊惹日头啊，心心念念无限无期限啊，只因情动动路头。讲这個人吼，虽然下去想要见佛啊。为啥物难得见？就像迄个乌云遮日头。啥物是乌云呢？就是迄真爱，心心念念袂断啦。啊，所以挡伫路头，袂当见佛啦。为教经安讲，当地真心诚意念佛啊，相当丰厚无量得入啊，结功德财无过尽毁。讲迄个尽毁心像迄个大火吼，火烧厝个大火，啊，你爱预防好，也无你烧了了。迄功德山拢哦，火烧功德林拢烧了了啊！天文啊讲，灭口心头火啊，天气有坚定。迄心头诶，恼火啊，甲灭了掉啊，天气诶，智慧诶灯啦，啊，像佛前诶灯啊，点开啊，倒去了。哎，人讲失口雷霆之怒，
爸叫火龙之威，迄、那个人发脾气吼，雷公死那啥，迄爱甲雷公死那爱停掉。啊，人发脾气吼，面老逆车上火人要加人，迄、那个威爱放下落来。发句经讲啊，愤怒不见法啊，愤怒不知道，若能知愤怒啊，福善相随随，相顺心啊。一个人呐，歹性地真灰心吼，一定心内袂当了解真理佛法，所以就爱愤怒爱消除吼，才会当福气才会顺利安尼哈。华严经讲，若起真灰心啊，即成就得百万祥云。一念真慧心起来吼，规个障碍拢起起来。但是经讲，一念真慧慧啊，灵魂小无量劫功德啊，上紧。真慧心就起起来哦，所有无量劫的善功德善根拢消了了。比如经讲，讲众生无智啊，人我清净啊，佛性真慧啊，融入三道，众生无痴啊，所以消安尼。起真慧心，烦恼消怕消退，拢对了地个。正法莲处经安讲：若起真慧，除小其心啊，其心更多颜色变异啊，他人所起啊，皆是假骗。心明心怀明将对地地个。若起真慧心吼，后日就对地个啦。啊，这面咱都擦鬼，大家看到拢走到无路。我本人离开台湾，我等等来台湾，你也看到这高文的佛经作心，所以法官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一百三十三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用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加结连。啊，那是在家居士、书系助人都教，干脆按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正写回来加套。你卖谁啊？这林奇书大家讨八几棍，讲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放个全世界收会到。我电视所讲的这，因为出版电视刚刚出九本啊，各位老师也使敲电话来分析。俺家头前面就是镜头这间，内底有一尊三百吨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清朝台湾第一副正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这大灵感。含我本人嘛，得到遮大灵感。我七年前，予人诬告陷害啦，啊，见啊，法院查无证据，判无罪，伊就搁加上诉，判无罪搁上诉。当下变几啊卖，甜袂煞啦。我请求咱三百吨的观世菩萨，讲爱甲我斗化解。啊，有一个梦见咱观世菩萨来甲头壳顶抽甘露水，搁无偌久呢。最高法院就将伊个上诉甲驳回，讲你无证据，袂使阁上诉啊！啊，那呾三审定谳，无罪确定啊！法院刑司法刑我个清白啦，这就是咱观世菩萨甲解救个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。啊，七年来感谢大家关心，感谢各位阿弥陀佛。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三百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九十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，因为经费有限。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四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
6312291，6318391。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：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：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：银行代号：土地银行005，账号：012001195679，012001195679。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梁武帝一日起行之际，梦中高僧化现。高僧嘱托皇帝，当嫉妒六道四生。众生受苦无量，水陆之法广披法界。于是武帝命宝智禅师披览全经，撰写遗文。成就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圆融殊胜仪轨。此时漫天宝花纷落，证明水陆仪文功德不虚。仪文编制几经修改，成经水陆仪轨绘本。净土院的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延请诸佛菩萨及诸位圣贤僧，为十方水陆空六道众生及家族历代祖先过往亲眷，献上最真挚的祝福。净土院诚挚邀请大众共同发心成就，参与汉传佛教最殊胜的水陆空法会，感受庄严肃穆严饰的坛场，沉浸于最真挚动人的梵韵法音，为亲眷和师友献上诚挚的祝福，成就利益十方众生的法界善缘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，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三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仅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